受吗？那首先感谢新生娱乐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，那还有感谢我们的公司 EG 英皇娱乐，还有红音乐，还有中北英皇，那更加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歌迷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好了，请给我夸夸得奖感言，恭喜啊！那你们今天有什么感受啊？首先恭祝你们这个国语专辑唱得非常的好啊，谢谢。首先要谢谢金钱电台颁这个奖给我们，还有就是谢我们公司以及英皇娱乐。最重要就是要谢谢我们的歌迷，谢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支持我们。谢谢。第一个五位大男生呢，他们可谓是在摇滚乐坛通过自己的努力奠定了非常不俗的成绩。好，谁要来讲一讲阿信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五月天，我是吉他手怪兽。真的很谢谢，然后每次五月天在乐团奖上获得肯定呢，总是可以让我们在玩音乐的路上呢有更多的动力。那我们会更努力的做出好的音乐，也希望我们今年在香港开课上的梦想能实现，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，然后谢谢新城电台，谢谢滚石唱片、香港滚石，还有一路支持五月天的各位朋友们，谢谢。Thank you.